弄沉僵尸，这是一只来自黑暗世界的僵尸，给他无数的子弹，他将让你感受来自黑夜的恐怖，快速转圈圈，将所有射向他的物理子弹反射回去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，在蚁街与满街远程攻击植物下，弄沉僵尸的前后对比。第一位椰子加农炮，蚁街发射出的椰子小炮弹能够被反弹回去，而五阶开花弹无法被反弹回去。第二位卷心菜投手，蚁街投掷的普通卷心菜会被弄沉僵尸反弹，而五阶投掷出的黄金菜心则不会。第三位豌豆射手，蚁街发射出的普通豌豆直接被反弹回去，而五阶从豌豆子弹进化成的超级豌豆则不会被弄沉僵尸反弹。第四位充能柚子，一阶吐出的等离子球能够被反弹，而五阶的电磁爆弹无法被反弹。第五位猫尾草，一阶发射出的尖刺会被弄沉僵尸反弹，但是五阶后的芦苇剑无法被反弹。第六位熊果旧炮，一阶与满阶发射出去的熊果都会被反弹。第七位西瓜投手，一阶投掷出去的西瓜能够被反弹，而五阶后投掷的西瓜片则不会被反弹。第八位冰西瓜投手，一阶投掷出去的冰西瓜能够被反弹，而五阶后投掷的冰西瓜片则不会被反弹。第九位机枪豌豆，跟豌豆射手子弹同理，豌豆子弹进化成超级豌豆无法被反弹了。第十位爆炸草莓，一阶与满阶投掷出去的草莓都无法被反弹。第十一位原始大王花，一阶与满阶吐出的毒液球都无法被反弹。第十二位强酸柠檬，一阶与满阶喷射酸柠檬汁以及柠檬片都无法被弄沉僵尸反弹。